我的父母是海沟的守护者，为了使命，他们消失在了我和药的眼前。我知道药很恨我，但没有父母的孩子要更加坚强。万境之厅的镜子说，它可以让我回到以前的温暖，但我说不，这才是我。现在，我回来了，将真正承担起这份使命。